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疗，我经历了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我的家庭也不堪重负，但我不想死。我21年的奋斗和努力还没有化为光，化作光和热。据《中明杂志》7月号报道，曾经担任中共中办主任的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于2015年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构查办后，中纪委在公布其审查报告时，列出了令计划涉嫌的6宗罪，其中一条指控其违纪违法获取大量核心机密，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因为令计划当时身为中办主任兼保密局局长，能直接掌握大量中共核心机密，违纪违法获取一说从何而来？报道说，相关机构在经过大量调查后证实，令计划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手段令人震惊。他利用职权在多位时任中共党政领导人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间长达3年。此事据消息只由周永康公署举报，令高层大为震动。据称，令计划安装窃听器是以安装紧急安全钟为名，以中共中办、中央警卫局、中央军委保卫部名义部署安装，每10天或15天由专人检查更换窃听资料。报道并指，令计划的窃听对象包括当时在任的众多高层，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首当其冲，在其办公室办公桌台灯座下以及红色一号电话机座内也被令计划安置窃听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以及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办公室也被发现在办公桌台灯座下红色一号机机座内安置了窃听器，而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办公桌台灯底座以及办公座椅底部被发现安置了窃听器。报道称，除此之外，还有时任中共公安部长孟建柱、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以及中央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等人均遭令计划窃听。令计划曾担任中办常务副主任、主任长达10年之久。有海外媒体称，令计划试图横跨江、吴、习时期，曾作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掌握中央内部机密。据称，令计划通过其在中办的心腹死党盗取党内机密。令计划家中被搜出的中央办公厅文件副本达2700多份，大部分属秘密级，部分属机密、绝密级，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此外，令计划被指在任中办主任期间，通过收买中南海电话局女话务员做情人，监控和收集现任和离任高层的情况。据海外中文媒体披露，令计划所买通的女话务员是属于中南海电话局，俗称39局。红基班女兵都是经严格挑选、受过严密保密训练和教育的。令计划通过他们对中南海前任和现任高层的通话信息进行监控。报道称，令计划以中办主任、中南海大内总管的身份提出要求，往往被下面的人视为上级指示，故红基的女兵不以为意，只会应其要求将有关通话记录报告给令。其中，令还与其中一名女兵有染。红基解密，高度机密却极度危险。去年1月14日，大陆《东方金报》曾报道习近平通过媒体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电视画面中，习近平办公室内情首次公开。当时习近平的桌面放着2部红色电话。报道解密说，习桌面上其中一部级别相对较低的电话是军用保密电话，虽是红色，但并非真正红机。这种电话带有数字拨号弹，特别之处在于上面有2个按键，分别为明码通信和加密通信功能。完成拨号之后，电话机并不能直接拨出，必须选择明码或者加密通信之后才能完成拨号。通话期间，打电话的人也可以从明码通信切换到加密通信。另一部红色电话则是最高级别的通信电话，军委一号机，另一俗称就是红机。而能够获得一号机使用资格的人员比外界预计的数量要大得多。除国家主席和总理之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省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政军及以上干部，甚至大型央企一把手的办公室都有这种电话。所有离退休的副国级以上干部，其家中也有这种电话。报道说，一号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部电话的整个机身没有拨号弹，也没有加密按键，因为它不需要拨号，所有通信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台电话时，只要说出你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到你需要的电话机那里。英国《金融时报》原驻北京记者马立德在其著作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第一章中披露，中共最重要的人物大约有300人左右，家里安装着红色电话机，所以谁家有红机子，谁家的地位就可见一斑。不过，马立德指这个红机有时很危险。
某位中国国家银行高级主管曾告诉他，当红色机器响了，你最好能马上接起来。而某位大型能源国际主管则说，他们很方便，也很危险。你最好搞清楚你与能以这台电话联络的人的关系。中共内部常年残酷的党争，已经让窃听成为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段，即便身在最高层亦难以幸免。令计划监听众多高层的举动并非孤立。早在2012年，王立军事件爆发后，美国《纽约时报》吉林北京消息指，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副市长王立军对中共中央领导和高层大搞窃听。报道说，胡的旧下属在重庆与胡办的电话热线更被长期监听。消息更指，连与薄关系密切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未能幸免。因窃听丑闻令中共丢脸，当局唯有以古台来设谋杀罪名等，博难辞其责，公开将博拉下马。纽约时报还指，至少十多名中共党内不愿具名人士证实，重庆当局曾对到访当地的高层搞电话窃听，其中2011年8月中纪委副书记兼国家监察部长马文到当地考察工作时，在他下榻的饭店与胡锦涛通电话，竟被窃听，遭中南海的特殊装置发现了这一行为。虽然马与胡的通话未必涉机密，但令中南海十分震惊。外界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党内，监听高层从来都是被视为意欲篡党夺权的行为。薄熙来落马后，其在江泽民、曾庆红授意下与周永康联手政变的图谋被披露。而令计划落马后，党媒也一度高调指控其野心恶性膨胀，字里行间均透出令计划与薄周结盟的背后，同样是某乱夺权的不轨之心。中央网信案是中央网信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北京当局格外重视，小组长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由此可见网信办主任可谓位高权重。但自从卢伟主掌网信办以来，做的几件事情让习近平极不满意。有新华社内部人士近日对港媒苹果透露，卢伟去职时为失事，因他很多负面事件缠身，包括当年被指参加企业招待的人乃宴，以及他在新华社负责经营时涉嫌贪腐，中纪委一直在查他。知情者指，去年12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北京当局十分重视，习近平亲自赴会演讲，负责策划的卢伟为制造外方来朝景象，竟让一些外国留学生和在华谋生的外国人假扮各国专业人士与会，事件令中央震怒。另外，卢伟明知徐林是其亲自点将从上海调来要重用，卢却判命压制徐，不让他参与重要决策。徐作为网信办第一副主任，卢却故意把徐安排到处级干部办公室。知情者称，卢伟这样做直接得罪习近平。至于卢伟下一步的仕途将如何，有媒体猜测可能会另有重任，也有海外消息称，卢伟去职网信办主任后，很可能将接替刘奇宝出任中宣部部长。但新华社知情者认为，卢伟如果是要被重用，新华社的报道就不会如此低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卢伟被去职之前，突然被取消了今年4月份的访美行程。海外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取消卢伟访美的指令来源于北京高层。网信办被认为是中共网络监管的代名词，国际媒体称卢伟为中国网络掌门人，民间称之为网络沙皇。海外媒体此前报道，中共网信办内部人士透露，卢伟对于互联网的管控用疯狂来形容毫不为过。在香港雨伞运动游行期间，其人天天睡在办公室，为了铲除网上不同的声音，连洗澡的时间都用于开会删帖。资料显示，接替卢伟出掌中央网信办的徐林，长期在上海工作。在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他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农委主任、浦东区委书记，属习十分了解的嫡系亲信，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去年6月，徐林被习钦点进京，出任中央网信办第一副主任。北京消息指，徐林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比较理性，不会像卢伟那样胡作非为，以权谋私。6月28日，中共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当天主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问责条例。会议认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民众反应强烈，损害当前执政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中共党媒海外网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就此发文，批评当初决策者往往留给继任者一堆债务，一堆麻烦，让继任者来帮擦屁股，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人负责，如果无人主动领责，那就必须用问责的外力来倒逼着给予压力。文章指出，前任因为退休或者改任更高的职位，往往因滥竽权势等原因，前任决策的责任就不了了之。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没有人背锅，没有人负责，最后买单的就是整个国家。据官方此前报道，问责条例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管制定。官媒解读涉及高调追究前任责任，终极指向耐人寻味。时政评论员唐静元表示，在近期江泽民家族负面消息频传的背景下，王岐山的问责条例以少见的高效率获得政治局通过，显示出习近平打造这柄利器的某种急迫性。习正在为公开揭开江泽民问题的盖子做准备。中纪委近日宣布中央第十轮巡视，涉及对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32个单位党组，并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四省回头看。根据欧亚集团的报告，以当前的巡视速率，在2017年的党代会之前，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最重要的央企和所有省级政府都将至少被反腐调查一次。英国金融时报6月25日报道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范围扩大，意味着习近平在为明年的十九大做准备，将反腐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北京时评人士张立凡对外界表示，习近平的整体目标是明年党代会上的人员组成。反腐运动是一个恐吓对手的有用工具。据海外媒体分析，本次巡视名单中众多部门超级敏感，像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公安部等等，都是江泽民早期培植巨大势力的部位。尤其是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和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在以往几乎是秘密机构，免检特区，直接受控于江泽民和曾庆红。其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治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等，都是由江派张德江所把持。有关港澳机构同时是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势力范围，而被杀回马枪的天津、河南分别是江派县常委张高丽、前常委李长春的政治老巢，江西则是曾庆红的老家，湖北是由江派地方大员李鸿忠主政。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22日，王岐山出席第十轮中央巡视的动员部署会议讲话时，提到中共十九大前，要对中共各省、部委、中央机关完成无死角、全覆盖的巡视。官媒分析称，王岐山本次采取倒计时的方式安排任务，给本届巡视工作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增加了反腐打虎的紧迫感。值得注意的是，港媒最近披露，王岐山已经将江泽民在内的中共退休和在职高官家属严控，不但限制他们出境，而且还要求他们限时申报财产。香港动向杂志5月号报道，由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牵头，协同中组部、中共中央政法委一起，于4月25日下达关于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家属、亲属，包括离退休省部军籍及以上本人、家属、亲属出境出国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自即日起生效执行。所有被限制离境、出国的家属、亲属必须在60天内书面上报有关财产、护照、国籍等资料。报道称，已经接到限制出境、出国通知的中共中央国籍、副国籍官员家属有159名。江泽民高居榜首，曾庆红、李长春、贾庆林、吴官正等共42名直系亲属，17名亲属接到通知。现任江派常委刘云山、张高丽两人则共有直系亲属11名，家属5名进入名单。据指，王岐山在4月2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放出重话，指反腐攻坚战已经打响，时间已经不允许迟缓及妥协，并强硬声明，这次要动真格，设实线啃下硬骨头，在十九大前期见分晓。报道特别提到，这也是习近平对中纪委工作的最新指示和骨气。习近平王岐山十八大打虎以来，关进笼子里的大老虎大多都是江泽民派系官员。从问责制的角度推理，江泽民应是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打虎的最终目标之一。分析称，王岐山本次巡视动员会上十九大节点的动员令与港媒披露其针对高层家属调查财产的时限一致，